年初二还初一的晚上，那天晚上Doreen坐了我的肚子一下，然后我就肚子很痛，半夜就流血，半夜就流血。赵梦芝怀二宝，今天下体出血，子宫颈壁锁不全及手术。徐梦哲老婆赵梦芝今年元旦宣布怀上第二胎，时隔三个月夫妻俩合体现身活动。哎，这种二宝妈的身材也太不科学，根本看不出来怀孕七个月。我刚看梦芝也太瘦了吧，目前好像不到五公斤，不到五公斤，五公斤左右。是不是太少了？我看一下，上次是61.多，对，不到五公斤，大概五公斤，目前。哇，好像半夜吃麦当劳跟可丽饼还可以，是不是觉得好像蛮适合生小孩？今天对。坦白讲，儿子还没出来，我不敢把话讲的那么死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。一直以来，我就并不会特别想要儿子，或者特别想要女儿。我应该觉得两个会差不多吧。我们其实有讨论过，尽量不要让他觉得说，哦，因为是弟弟，或因为是男生就必须怎么样。他跟姐姐都是平等的。所以现在怀孕有什么事吗？或者是没有？我觉得我是超级幸运的，孕妇，我几乎没有什么孕吐啊。第二胎稍微有一个小状况，就是我之前有那个子宫颈闭锁不全，就是它是一个。算是比较没有症状的，比较不好的状态，就是子宫颈没有愈合，那它就可能会造成早产或流产。那还好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有出血的，因为有一些人这个症状是没有出血，所以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来不及补救。然后我是因为有出血发现，然后就去手术把它缝起来。大年初二还初一的晚上，那天晚上Doreen坐了我的肚子一下，然后我就肚子很痛，半夜就流血。但我很冷静，我还打电话到医院，我就说，我刚刚有流血，是鲜红色的血，但我不会肚子痛，我要回去吗？他就说，妈妈，如果你沉得住气的话，其实你不用回来。他说你先观察，你平躺，那如果一个小时后你还在继续流血，那我们再联系。然后我就躺了一个小时就没事。超可爱，他之前怎么会说是妹妹？真的我不知道，他就是一直妹妹妹妹。还会这样拍一个肚子，但现在就是很凶盛。他现在偶尔还是会喊他是妹妹，我就觉得我不懂。但他现在会说弟弟了，然后有时候我问他说弟弟在哪里，他还会拍。他吃饭吃一次还要喂我肚子吃东西，我就觉得好可爱。我们说感受得到他是一个很贴心的小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